宽厚小先生杨千霈得意的笑。的笑着闪家纺织业小开的杨千霈，婚后左手都现身 Adina 秋冬服装发表，提到新婚生活，很开心啊，因为有来自四方朋友的祝福啊。我觉得缘分其实还它发生的事挡也挡不住，认识交往的半年当中，他很多的行为都让我觉得相当贴心。从朋友开始就无微不至的呵护跟照顾。两人除了是台大毕业，刚刚好我爸爸呢是从小看他的表姐长大，原来世界这么小，所以就绕了一圈，觉得可以遇到他真的蛮开心的。细数他过去交往对象，几乎都是身家好几个亿的富豪，是有在追求什么吗？其实也没有真的就是刚刚好凑巧。像当初我跟他交朋友的时候，我也不是太清楚他家是在干嘛的，只知道说他是台湾大学的同学。心想还没那么快，因为我有难言之隐的舞台剧巡演要到9月3号。他还没跟你求婚呢，你有没有梦想？他怎么可以求婚？他说就是交给他的。娱乐动新闻，给他决定，给老公决定。报道。